我想起来了，是这流程不是西西想的吗？哎，对，不是你想的吗？哦，是这样吗？这个游戏吧，是什么游戏啊？找镜头游戏，对吧？是那个吧？是的。但具体怎么玩呢？是个什么游戏啊？就是好像是放音乐，然后哪个视频亮了，然后你就必须要对着那个视频，然后开始摆 pose， 然后跳舞什么的。哦，哪个就像这样了，就是偶像必备的那种抓镜头能力，对是吗？对啊。那我们有几个镜头？就一共两台、三台吗？然后这里还有一个，哪里还有？这里还有一个。哦，然后接下来我说个生日祝福，你先插播一个生日祝福。哎，我们这样吧，换一个方式，看底下的粉丝谁反应快。祝不甜不要钱，你在吗？祝你生日，哎，镜头在哪儿呢？祝你生日快乐，然后祝我24生日快乐。好，给这位舅一个镜头，到时候。他开了吗？开了，很高的。那我们谁第一个挑战呢？就你吧，既然你提出了这个问题。就是这个吗？对着他吗？是对着他吗？是对着谁？对着我呀。对。但是他不一定开这个机器。哦，就开哪个？就看后面的那个屏幕为准是吗？对。那好吧，那你放一个我会跳跳的吧。人生为你经历。来来来来来啊，偶像啊， idol。 美的挥洒感动在一刹那，让我们快快长大。人生为你经历，有我的歌声让你惊讶，把阳光留给盛夏，上班上班。哪个镜头啊？到底是、啊？这太难了。而且这个歌，我们摄影今天是什么？喝了一杯上来了。啊？什么歌不知道？就是、最新的那种央视拍法，对。就哦，那老师请教过这个。哦，那赵月这么懂，下一个就是我们的噔噔啊，到我了。哟、作为大前辈，让赵月前辈压轴吧。啊？好。啊？好，那好好好，那你来吧。他们谁先？那谁先？谁先？人性来吧。人性来吧。不要推脱啦，都要跳的啦。我在这里总结一下经验，向各位学习一下。嗯。随便放一。你这个是绅士角度了吧？拍哪里啊？哎，咱拍哪里啊？别拍奇怪的地方。拍脸。星星，周周。能不能播？这个镜头了。什么歌？他跳舞，眼睛也要跳舞。找镜头，快镜头在哪？找镜头，镜头，去找镜头。怎么没有亮红点？镜头在哪里啊？迷惑。怎么没有动？很重哎，给我个面子。你，这个我只跳过一次了，暴走少女。没事了，万物皆可这个了。这个步伐很棒。万物皆可，或这个都可以。但这个摄像头确实没有亮起红灯哎。对啊，都没有亮红灯哎。亮了吗？在你那个地方亮了，我能看见什么用？你跳啊，真的是！哎，你看见了？不是啊，因为我们看不见这个红灯，就不知道哪个在亮。对啊，对啊。他要就这种感觉吗？对啊，不是应该那种乱跳吗？红灯乱跳吗？就是我们平时直播的时候跳舞那种感觉吗？会亮个红灯提醒我们一下。对。摄像哥哥尴尬的笑了笑，尴尬的笑了笑。那好吧，那就盲跳吧，怎么样？他把那个红灯拿下来了，很过分。拿下来了，可以。好，来下一位。Okay.我吗？你这么跳就是你了，对，就你了。肥肥跳过这个吗？是滑冰吗？是滑冰选手。我好丢脸。
来搜一下，搜一下，这另外一个机会啊！对啊，搜了一下 ，solo， 你这首歌你的理解 ，freestyle， 可以可以，没找对，在那儿，没找对，没找对。表现是不错了，就没找对镜头。那么接下来就是寿星了吧？寿星，寿星，你比寿星更想寿星。我接替了冯鑫彤的位置。你穿的好哪个抓哦？哪抓？穿的好像哪抓？西西来吧，来吧，西西来吧，来吧。Monster。镜头哪个？快，镜头哪个？最后这个可以，这是我今天的特权吗？好厉害，可以可以，厉害厉害厉害，找到了找到了，你鲤鱼精上场了，那什么，拉抓，拉抓要上场了，拉抓，拉抓。野狼 disco， 快，这是我们最火的一首歌。我们最火的周末演艺圈啊，成名了。什么没了？什么？是我聋了吗？这是放爱的供养吗？对不对？我们是纯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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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少年，带着我通向的。这是谁唱的？这是谁唱的？是个男人，还是个野男人唱的，都不是我自己的版本。哇，唱的真好哎！我是说，刚刚是谁唱的来着？导演还自己唱哦，蛮特别的啊，只能说蛮特别的。一开始没听出来。对，那么该到谁了呢？江江，是到我了吗？我给会长增加一个难度，我来举相机吧。你是，那是挺难的。我全部地板。你这个也不对哦。啊，这是要来放歌吧。情绪散落了，我比你还认真的情绪，你还让我如此的着急。我会跳了。快来这里，如此胆小，却很。是不想跳的啦，这么多这么长时间了，真的是真的很可爱哎。对，我也是，这好重吧？这很重的吧？这个东西是有一点了，感觉很重哎。哎呦！开玩笑的，被吓到了吧？反正是你自己赔，反正是你自己赔啊！我没有手，没有放上去。现在这个套手山芋给谁？嗯，还回去。你不要把镜头压在这个地方。你还好吗？感觉他受到了侮辱，受到了惊吓。人家都不好意思了呢。哎，好像关机了耶，吓到关机。那我们
这个精彩的 MC 精彩的 MC 我们这个精彩的游戏就结束了。嗯嗯，这个 MVP 肯定是我们的会长啦。哈哈，怎么突然间有 MVP 这一说、哦、那是我们的那个张希。张希张希。嗯，然后、哎、那我们就有请下一组小伙伴耶、哎哎，